揭晓的 J 是代表张家荣 ，S 是代表 Sean， R 是代表 Raymond。OK， 好，第一题，百事。耶！各一票。一分。第二题，可乐。耶！张家荣跟我。第三题，可乐。耶！全部对。好，第四题又分岔了哦。第四题 Raymond 在关键时候从可乐改到了百事。第四题，可乐。哇，张耀林四，张耀林四啊，完蛋了。对啊，前面不是全对。No， 都不要改了，是不是？怎么被改了？第五题，第五题，可乐。耶！我张家荣，真的好强哦，好强哦，真的好强哦。第六题。完了完了，第七题百事，全对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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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八题又分岔喽，百事 ，yes， 我上个李文翰猜一票，我刚刚好像平手吧，等一下，我可以猜一票，跟李文翰是一样的啊，我去，我输了，第九题可乐，哦，张家好强哦，强哦，第十题百事，哇，第十题全错。张家荣八分，一号强五分，我六分。哇，真的好强哦！哎，快点，张家荣跟大家。可乐王，可乐王，谢谢大家。我就跟你说，我是可乐的支持者，所以呢，经由这个呢，请把它放 YouTube 上面，请那个可口可乐做，请我做代言人，请我做代言人好吗？兄弟，你中奖，你去摩登啊？等啊 ，shit！ 我不能说你中奖洗碗了，会这样。五题。